来，他说的是都真的吗？我小美丽，你怎么能相信他的一派胡言呢？我相信铁粉们的人品。你看看，还有吗？没了。不是，到这节骨眼上怎么能没有呢？你是忘了？我看什么意思？你帮我还害我呀你、啊？哎，你让他把话说完。啊，我记得我和他还有一个8-9个月的孩子呢。对。我什么时候你？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！孩子这个信息非常重要，我问问去啊。过来。不是，咱俩孩子那个方案不嫌太狠吗？那咱俩开会没通过吗？不，你那些不狠的方案我也没记住啊。不花钱不拿就不行。哎呀，行了哥，凑合用吧。孩子这事儿确实有。田笨笨，看看 ，look， 这就是你临走之前造下的孽呀！看看，你让我走，小米粒。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不，他说那些你能信吗？你在乎我信不信吗？我说我怎么总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呢？原来这里面都是有原因的。你知道我为了见你，我都把我家水管子整漏多少回了吗？5回。你不是，那你整坏我每次不都来修的吗？那这也叫感情啊？小米粒，你能不能别这样？你说你这样，我那我踢坏了物业都该罚我了都。你说平时我兢兢业业的工作，那证明不了我的人品吗？你白天是挺精明能干的，谁知道你夜夜干啥去了？那你说我长得也不像坏人吧？陈世美长得比你还好看呢。王小倩，你行啊，行。那既然都不相信我，我也没必要解释。今天是王小倩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家水管坏了，我才来的。我把它修好，我就走。你等会儿，你说什么？我把你家水管修好，我就走。我家水管子没坏啊。王小倩啊。行，我明白了。来，王小倩，你过来，来。干啥呀？你让我看一眼我那个还没出生的儿子长什么样呗。看看啥呀？看一眼，看了，得了，你看，你看。来，王小倩，来，你拿着来，来，大家看一看啊，小米粒你也看一看，我不知道这是谁儿子。王小倩，这咋跟你长得这么像呢？小 baby 小的时候长得都差不多。这是差不多吗？这不就是你吗？这家伙的笑得挺开心的，你家孩子9个月就长牙了。没发现了，给你整的没用的。莎莎是不是？啊，还过来，还有我的事儿呢。你刚开始跟我说那一大堆，就是为了害我呀？哎呀，不是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我不是我了。哎呀，我好纠结呀。是，你得好好纠结一下，是做好人还是做坏人？但我对你印象还不错，你不像是坏人。啊，你不用威胁我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我是不会出卖我的灵魂和我的角色的。哎呀，我是演员，我好挣扎，我好纠结。是他，王小倩说这里有戏演完，我才过来的。不花钱雇那玩意儿就不行。哎呀，王小倩，我